志昌旭、申惠善主演的韩剧《欢迎回到三打里》，讲述在首尔发展的主角申惠善事业爱情失意后回到故乡济州岛，和青梅竹马志昌旭重逢，展开了治愈浪漫故事。最让观众惊喜的是女主角明星好友金泰熙，由金泰熙本人特别客串。近日官方释出幕后花絮，只见金泰熙抵达片场后，身为粉丝的申惠善在拍摄结束后立刻上前，激动握着对方的手表示天使来了。没想到金泰熙却惊呼：“原来你个子这么高啊！”笑称自己就像是在跟男演员说话一样。引来申惠善开玩笑表示：“下次和他演爱情剧吧。”事实上，申惠善的脸经常给人一种娇小的感觉，但他的身高足足有172公分，难怪金泰熙会有这种反应。两人握手聊天时，金泰熙感觉到申惠善的手很冰，贴心的将暖宝宝给对方。申惠善立刻跟在场众人炫耀：“这是前辈给他的暖宝宝。”有趣的互动立刻引发热议，不少网友纷纷敲碗：“这个组合对演技很好，导演和编剧快找他们合作吧。”